非常非常的丰富啊、哦！那很多人就站在那个天桥上面来看。好，我再来介绍一下，喜爱幸福台湾的朋友，喜爱妈祖的朋友，从3月23日金瓜池天气堂的活动完之后呢，会看到最盛大的来到我们的苗栗白沙湖。2011年呢，刚好行政院文化局的无形的文化遗产，可以看人非常非常的汹涌啊。